我哋仲有咧，系能够喺呢个疫情咁严峻嘅呢两年几，遇上咗咁大嘅阻滞，喺运流物流嘅运输啊等等咧，都遇上好多好多嘅问题。但系咧，大家都系凭住上下一心，系好努力咁去克服咗重重嘅困难，喺唔超支、准时嘅时间，系完成到呢一个嘅项目。咁喺呢度咧，我亦都咧要好感谢一路对我哋非常之支持嘅故宫博物院，因为如果冇佢嘅支持，根本就唔会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。我哋能够喺香港有一间嘅故宫，呢个唔系故宫嘅分馆，系一个好有特色嘅，用我哋好香港嘅角度，用一个我哋好当代、好国际嘅视野去拆展嘅一个嘅博物馆。